啊、我哋而家咧就一啱，我要上咗上面有條馬路嘅，有排上嘅，有十層樓高嘅嗰條路啊。山城就係咁樣嘅啦，啲山咧層層一層層，上面有馬路，下邊有馬路。啊！你睇到自己住嘅賓館，但係而家你想話上去咧，都好難上啊！又有啱又要坐電梯上去，上去上邊嗰度。嗰個重慶都幾靚下嘅，重慶啊，真係，即係啲夜景啦、啊。但係廣州咧有廣州嘅乜嘢，也有廣州嘅特色，即係每個地方有每個地方特色咯。啊，係啦，呢個其中一個景嚟嘅，景點嚟嘅，係啦，人好多嘅人。哦，好似馬尾喎。98元，这个游船98元。花车游船98元，没有买票，我真的买票，98元呀。花车游船98元，这个游船98元。
北板山的板山头啊，又是另外一个人唱北板山的板山啊。所以大家就是打扰这一场的非常好。北板山这个板山的船，抓紧时间，更要的船，有船即刻出发。北板山的板山，非常感谢您，要不要去带上？这一场九十八，最后一个人唱九十八，有多少？来个船。我送你去啊，把那车子送你去开过，记得了吧？我一般哈，游船最后一般坐船上有没有？我记住了。要坐游船的，再买票下去登船哈，最后一班游船可以几分钟？坐什么下去？我也没坐游船的哈，坐什么下去？游船最后一班的话，游船最后一班还有没坐游船的？船九十八以后，九点半安全，还三分钟。走，这个电影票。到没？先点完单，那个票找我核销一下哈。飞尔的爱穿一截，飞尔的诚信特色，中华绝技，飞尔的不用排队，马上就开，给范围，飞尔的。这里是你给的任何东西，昨天那个，昨天那个，就别走了，好的，我把叫个妈妈。
以散下步，行下街咯。够晒热闹啦！睇依家时间点钟先，哦，九点半钟。哇，真系好多嘢食喎！我都睇下有冇我自己中意食嘅嘢先。先头咧，我已经系食咗一碗面噶啦，一行下咧，又有啲肚饿啦。有水饺。不水饺嗰啲咧，饺子啲咧就喺广州有得食。咁我咧就揾嗰啲咧就系、是、好少食嗰啲嘢啦。有鲜油酥，都有啲海鲜啊，即系啲牛肉、猪肉。啊！哦，呢个彩鱼啊，好人彩鱼啊，即系撩鱼仔啊，好舒服。Thank you.
美女，你刚才
我们小城故事是拍照是有要求的哈，就给歌手拍照的时候必须要开美容，十级啊，十级。还有就是我们来工作人员来查一下这三位的身份证啊，未成年人禁止进入酒吧，好吧？哎，啊 ，OK， 好，我们继续啊，开个玩笑啊，怎么？未成年不准进入酒吧啊！店长来查身份证，查身份证啊，看得特别像啊。OK， 我们继续，歌还是要继续唱起来的。什么？那是重录来的。重录完了，哎，你具体是哪？啊，地球的啊 ，OK 啊，银河系的啊。店长，刚好。店长，啊！Thank you.